啊，东北传统捕鱼啊，有没有知道这是啥的？还评论下方啊！喜欢看户外捕鱼的朋友们，转发此视频，我下个视频给你们更新出鱼的啊！看看，马上开始出网啊！东北最传统的捕鱼方式啊！好了，出吧！40年的大坑没人干过啊！咱们现在给他干一网，20米高大网下进去啊！稍后开启直播洗鱼，想看户外捕鱼的朋友们关注我啊！看看这网有没有鱼，20米高一百米长插10的大网，看看能不能逮到足够的啊！啊，东北齐齐哈尔嫩江段撒鱼饵啊！看看冰坨，得有一米多一点啊！现在还没打透呢，这么大冰坨，咱们现在给这下网。下一块最牛逼的网，看看能逮多少鱼啊！想看这个网逮鱼的可以关注我。啊，打地鼠啊！关注我。我们这里是中国最后的原始渔猎部落，马拉绞盘定向走网。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大网的网主正在下网，关注我，在我直播间看我精彩东捕直播。朋友们好啊，今天这个村的所有人基本上每人打了好几十斤鱼走啊，看看各种坑啊，各种坑。我们现在开始开心眼啊，全程直播，直播到黑天，直播到晚上，直播到半夜啊。喜欢看这场直播的点上关注。双击一下，然后进直播间可以看我直播，看看我们的心眼能不能出鱼啊！冰上鱼缸啊，养鱼，看看，看看明早什么效果啊！喜欢此视频的双击点赞转发。冰上养鱼，1米1深的冰洞啊，冰砖机打到底儿还没打透呢。大头鱼，这个太小了。看看啊，明天下鱼。哎，反正不长嘴嘛啊！东北黑坑绞鱼，看看，大冰槽已经干开啊！专业绞鱼的，看看啊，看看上鱼，这头看看是不是鱼？拯救小鱼中啊！快上！哎，我。